今天来分享四喜饺子，不仅颜值高，寓意也好，马上过年了，回家可以在家试试。提前绞好的肉馅，把屏幕上的调料全部加进去，顺时针搅拌至上劲。提前泡好的葱姜花椒大料水分次加进去，搅拌至上劲，每次都要充分的吸收之后再加下一次，直到肉馅搅打起来没有那么吃力，这个料汁基本就可以不用再加了。紫菜清洗一下，然后切碎，加进去拌均匀，最后加点葱花，热油浇一下，拌均匀就可以了。准备一些大的饺子皮，取一张饺子皮，包上少量的肉馅，然后对折起来，两边也对折起来，把接口捏合，最后包好的样子跟视频的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再准备玉米粒、豌豆、木耳、胡萝卜这四个颜色的蔬菜，每个饺子的一角里塞一种颜色的蔬菜进去，做好之后摆放在笼屉上，开水上锅蒸，大约蒸8分钟左右。蒸好之后摆放在盘子里，搭配蘸料，就是一道很好看、寓意又好的主食，过年可以在家试试。